端午节连续假期又多了一个好去处，那就是吉安乡的好客艺术村。吉安乡公所特别举办了2020缤纷吉安我爱老树种夏夜的音乐会，一连四天，从早上的10点到下午3点，有吉野市集、街头艺人表演、手作体验等等。只要上好客艺术村网站留言，还可以获得50块钱的幸福消费券。一连四天的端午连假还能去哪里玩？吉安乡长游淑珍欢迎大家到吉安好客艺术村参加2020缤纷吉安我爱老树种下音乐会。缤纷吉安2020，我们种下百岁的这样的音乐会在我们好客艺术村举行哦。我们从25号到28号，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3点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吉安好客艺术村来欣赏我们好吃、好玩而且好看的所有的艺文团体跟我们在地产业的执行。我们有非常棒的艺文的展场空间，我们也有我们花莲县的哈嘎的一个生活馆的展场，还有我们部落的一个产业的执行在其中。除此之外，欢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记得我们好客艺术村的网站来做留言，就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幸福消费券。所以在我们的连假，吉安好客艺术村非常的精彩，在里面有幸福满满的这样的游戏跟我们的内容，欢迎大家一起来探索。一连四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3点，有吉野市集、街头艺人表演、手作体验，还有原住民舞蹈表演等等。只要上好客艺术村的网站来留言，还可以获得50块钱幸福消费券。乡长游淑珍欢迎大家端午连假一起来同乐。记者会吉安乡报道。